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是否